手指伸直哈，跟着我做动作哈，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后面，来，手伸直哈，跟着我做动作哦，来，第一步，看天顶，啊，台语叫跨天顶，第二步，来看地上，啊，第三步看左边。当然一定有人说，老师你再给我装校尾，可是如果我叫你看下一步看右边才是给你装校尾，来答案怎么看？张子修，这边有很多人都说来过嘛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东西，一定我猜在猜没有，这边真的可以看到水库的全貌，到底在哪里？来答案在这里，来靠近一点，来大哥，哎，水竟然没有，谁把水关掉？哎呀，谁把水关掉？真是来啦，可以靠近一点啦、啊、我借我的水一下，好的。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他可能水库来。